我只拔一个地方而已啊！不可以的吗？不可以啊！你不是这样子的人哎！太让我震惊了，达哥竟然！达哥学坏了，达哥！是你们太久没来玩的。那大家都知道我们现在小队长是谁吗？坤达、跟 K 哥。K 的哥。好，那你们会比较想在谁的那一队了？我打，我也是。他没讲。跟 K 的都很疯狂。哎，可是感觉跟 K 的比较，就是有那种玩游戏很厉害，喜欢玩游戏的人。我是感觉我打哥比较温柔。对啊，对啊，不是选男友。活力满点，将将将。预备，走！回到原地才玩吗？原地才玩。为什么不要可以往上啊？超高！为什么不要可以往上啊？超高！回到最高。选呢？他的。选呢？他的。对呀。遇到的是谁？他。把球对，轻轻跳，把球弄走。嘿！所以呢，我们黄队就去找 Kid， 然后黑队我们就找队长。我们没有去。我有怎么敢想这么狠？对，我以为是我的球。我要换，有的要换吧。刚刚在车上一直说要说他要帮忙那些人。为什么会有啦啦队？什么东西啊？你要抓头啦！快点！我被抓头发了。没关系啦。哎，咋？你好乱哦！不可以到人家房间乱脱人家衣服吧？我没有脱衣服吧？哎，他是不是自己有发现？还有脱你衣服啊？现在还要脱？哎，在你这一队，我真的受伤。什么？我那是为了在你这一来，我刚玩游戏，我们等一下，我已经是为了要跟你一组队，是吗？是吗？大家的车这样，请看回放，刚刚大家对，就去找 Kid， 然后黑队我们就找队长，队长。我们好在这里啊！我有了。想跟坤达一队，是不是？怎么可能呢？没有想跟谁一队。哎，那他们是谁？他们一开始其实他们是前三棒赢的，他们先选黄队。对，哎，我们是前三棒。但后来结束之后，我说黄队的那个队长是 Kid， 他说，啊，也太好了吧？怎么会这么好？这么好？对，这么好。太好了！我跟你讲，老实说，玩游戏不跟你一队跟谁一队？对不对？是不是？哎，见人说人话，不见鬼说鬼话。你说话，你说话。直接开还是敲？敲敲敲！有人在家吗？哎，锁住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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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为什么？锁住了。真的，我起来好久哎。哇！哎哎，超大的！哇！好奇怪哦。哎，我觉得很太奇怪了。达哥，这是你今天的队员。那你说，你们没有想选？你们不要说，你们不要说。哎。
他们全部都选。说好不说的。说好，他们以为黄队，他们以为黄队是那种开心耶一下，然后然后说今天的小队长是 K 哥。哈，我选错了，不要再讲一次。没有啦，我们玩游戏版就是要跟 K 的一对啊，对不对？但是所以你们刚刚是赢了，然后他们是赢的，我们很卖力的赢了之后，最后来得及赶紧选的，选错，最后来得及赶紧选的，选错，你们在选，你承认的，你承认对不对？失望的，他们这一次宜兰玩很大，就是我们的三星冲冲冲，怎么冲冲冲呢？来，每一关赢家会有30秒的打气时间，最终的气球的气越多的人越有机会赢得胜利，所以在这个过程两天的过程当中，你们都要顾好你自己的球，哦，球要带着，对对，顾好。气球回来，气球不见了，不会吧？气球。我等了好久，好不容易，我等了好久，好不容易，拿到了，就这样子啊，是因为他们现在在打牌，然后全部人都很松懈，哎呦，我可以把这解开就好了吗？然后这样，哎，这样有用吗？没有用。气球回来，气球不见了。不会吧！气球嘞！慢点，起来走，起来走，走慢。达哥跑去哪里？达哥他不在里面吗？对啊，然后他不见，气球也不见了，就是他，就是他。哎，达哥真的不见了哎！你们气球丢在哪里啊？就在门旁边啊，有吗？在室内吗？嗯，室内。他能为什么你会？你怎么没有拿着？你不是顾谁顾的？应该是谁要顾？我啊。啊，你糟糕了。啊！其实我只是拿过来而已，我也没干嘛。吓一吓他们嘛。这样。像吗？气球！哎，气球！哎，变小了啦！你到底是这种人？不要抢！不要抢！不行啊！你是这种人！哎，我没有弄破它。不行，要小心，要小心！会破哦！会破哦！会破！你在挤它。好。不行，这样。哎，会破哦！会破哦！哎，变小了啦！小心！哎，不见了！哎，不行啊！在哪里啊？哎，找到了，找到了！哎，真的哎！好险，没事哎！哇，气球，它是不是有变小？它变好小哦，好小，它变很小哎，跟我们刚刚想的月航不一样。对啊。是不是我没有动它？你做了什么？我就只把它换了一个地方而已。它原本是圆的，它变小了哎，它变很小，我们大概有这么大。不可能，才不到一分钟的时间。哎，你们等一下进来。等我们是夹子夹错。好。气球变好小哦，好小哦。有不一样吗？有。原本这么夹子夹错了。你是不是偷挤它？夹子不见了。我们有夹子吗？在这里。我们有夹子吗？哦哟！我从头到尾都没有放弃，我就把那个。所以是你拿的啊？啊不然。我们演半天，然后你是分到我拿的。所以怎么会变这个样子啊？我就把它移一个地方而已啊。你怎么会？哎，这不是可以的吗？不可以啊，你不是这样子的人哎。把你坏掉了，我真的不行耶！太让我震惊了，达哥竟然，达哥学坏了，达哥。是你们太久没来玩的。